好，妹妹们可以先休息一下，一直在那边动。OK， 非常不好意思。今天呢，就是我刚说的两位来宾，第一位就是号称嘻哈界的幕后推手 J 五老师。大家好，我是 J 五。他真的非常的厉害啊！他们就是有组一个团体，然后有得到金音奖电音单曲最佳得奖，然后呢，名字叫做狮子吼。可是呢，狮子吼其实有两个人哦，另外一个人他一直都在台上。没错，我另外一个团员。Yeah. 其实最重要的 key man 他叫适合老师。对对，就是我这一张迷你专辑啊，很多歌应该说全部几乎都是这个老师编曲，然后刚刚那个电子合成器也是这个老师的藏家宝。今天为了这个演出，他就把他的录音室的整台东西全部都搬上台来了。其实这一台超厉害的，看起来很像玩具。它这个音色超厉害的，就是你可以随时玩，然后随便插线，然后就有一些奇奇怪怪的声音。啾啾啾啾啾，我也要剩啊！你可以爱剩起来。你要不要示范一次？示范！哎，你真的要示范吗？我随便讲讲，你当真哦？哦，没了。你们想要听他玩一下吗？好，你看。哦，有人要上来玩吗？有人玩电子乐的吗？现有没有乐团玩电子乐的？来啦！谁要上来？上来可以给我抱一个，快点！哦，真的很好玩。还没有人要上来。因为现在的年轻人做音乐就是电脑嘛，那我们都是比较喜欢硬体的东西。我们年纪大了，对 ，old school 一点。哦，老师来个刺激一点的声音，对，就是可以让现场沸腾的。哎呦，拍子哦，内地摇滚。哦，啊，再一次。要喊了，内地摇滚在南投。内地摇滚在南投。内地摇滚在南投。有和那个拍啊，你超屌的。哎，再一次啊。自己救！耶、yeah, ，好棒哦！二二兄这样。等下玩派他可以玩三个小时以上。接下来呢，我们狮子吼想要带来一首歌曲。其实我们去年发专辑，那我们的狮其实是老师的狮啦，是佛经里面的一个用语。那我跟适合老师组这个团的用意是把佛教讲的一些东西呢，用流行音乐的方式把它做进去，所以我们有做了很多有一些 rap 啊、hip hop 电子的东西在我们的专辑里面。那这首歌呢，我想要为现场所有的朋友们，然后为台湾祈福。这首歌叫做六字大明咒 ，Om Mani Padme Hum。Om Mani Padme Hum 是佛教一个咒语，然后常常念它会得到诸佛菩萨的加持，所以呢。想要带来这首歌，替台湾们祈福，也替现场所有的朋友们祈福，献给大家。Om Mani Padme Hum。比较舒服的节奏。Come on。他就是那么样的熟悉。是你一个会的咒语、yeah, 你就是会常常看到听到，就像基督教的阿妈祈祷，这就是最美好的洗脑，每次被洗脑。当你双手合十一起念声，当你兴奋，当你意外念声，用着真心就能与菩萨相连心相连怀，不来与无你用玛尼贝美哄。他为我们这个镇子有灵魂会开花结果是 yeah, yeah, 就按着六个种子
被挂在我的摩托车钥匙，六字真言被做成贴纸贴在电线杆，天过近了在电线杆另一侧静静陪伴。妈妈收音机更是全天都没有变动，除了卖药整天就是 Oh my baby home。 真的是你想学还不用缴学费，自然而然保证你学对能学会啊。 Oh my baby home， 当你双手合十一起念声 Oh my baby home， 当你心烦当你依然念声 Oh my baby home， 用这纯心就能给菩萨像明星像莲花不来与无你 Oh my baby home。你听过就是不会忘，你是否常会有熟悉的感觉，就像是 Deja Vu 所谓的似曾相识，因为八万四千法门他跟你最有缘，你听过他不知道在多久前，他为我们这种子有天会开花结果实，就让这六个种子子永远伴着你伴着你，从此是他为我们这种子开花结果时，就让这六个种子子永远伴着你，伴你从此时。Say Oh my baby home， Oh my baby home， 大声一点。你双手合十一起念声 Oh my baby home， 当你心烦当你意外你可以念声 Oh my baby home， 用这纯心就能与菩萨像明星像莲花不来与无你 Oh my baby home， 留着大明珠 yeah。Yeah， 谢谢所有的朋友，我们狮子吼街舞四合还有 MC 真田，谢谢。